Astro 文斌四月在家中离世，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各界。不止粉丝们写下手写信，希望送他最后一程。许多韩国艺人也都po文纪念永远最闪耀的星星文斌。而昨日深夜，同团好友车银优突然晒出文斌唱歌的影片，只见他戴着墨镜热情高唱，车银优则在一旁拿着拍立得拍下这个画面。虽然现场气氛搞怪又好笑，却也显示出团员之间像家人一般的好感情。车银优写下我的朋友，配上月亮和星星的贴图，传达出对文斌的思念。他也po出几张文斌的照片，除了对着镜头比耶的帅气模样，还有一张两人喝交杯酒的照片，和好友之间的温馨回忆让粉丝们感叹，虽然感到不舍，但看到文斌心里就暖暖的。另外，车银优时隔两个月更新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献唱文斌在影片中唱的跟踪者。내가이렇게사랑하는데이렇게원하는데나는아무것도할수없고바라만보는데도影片里可以看出车银优的眼中早就泛着满满泪光，让粉丝们感到相当心疼，却也感谢他愿意分享和文斌之间的温暖回忆，相信文斌在月亮那头也一定能听到他的想念啊。